这个国家已经全面陷入内乱，我们侨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危害。没有联合国的允许，我帮助这儿禁止建筑。冷风鬼，你要去的华子工厂还有一部分我国的援非工作人员。 我们只能等你18小时。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工人，别去送死了。Wolf Warrior。 战狼中队，冷锋，晚上好。